呦，小爷真乖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，小爷喝一口，来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喝，哎呀，哎呀，瞧咱们这小爷啊，啊，哎呀，吃个奶，那都是气壮山河啊，你懂什么？这叫大珠小珠落玉盘啊，对，落玉盘。好了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遵旨。遵旨。你们几个，来，进去，到里边去。是。儿臣为玉帝又找了个奶娘，请父皇。嗯。父皇，宫闱之变，儿臣亦同心接手。然父皇和玉帝身体要紧，请父皇。皇后找了个奶娘，杀了朕的爱妃。你又找了一个，要杀谁啊？是杀我还是你三弟？父皇说笑了。谁跟你说笑？父皇，儿臣找的奶娘是经过千真万别，这宫里头哪一个不是千真万别？那要看谁来真，谁来别。父皇，父皇连儿臣也不相信，还能相信哪一个？如今二弟关在宗人府，父皇身边至亲之人也只有儿臣一个，儿臣一片孝心。你？你有孝心，你们都有孝心，你们恨不得孝儿早早的死了，好随了你们的意。滚，都滚开，给朕滚开。父皇万安。半壁江山，大明首富之躯，秉耀之本尤需重视。命皇长子朱由七翻抵江南，代朕恭亲。儿臣领旨谢恩。微臣要死忠。为子要死孝吗？如待朕巡狩江南，可要小心从事啊。嗯，不仁则乱大谋啊！你们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。大殿下，此事既已过去。过去？他过去了，我还没过去。此事啊，一了百了，已是万幸。陛下那儿，大爷还得小心伺候，以待将来。怕了。请大殿下好自为之。参见陛下。陛下，狗。陛下，京师直隶盘龙镇附近方圆百里，
刚刚生了孩子的奶娘，锦衣卫据已查明，这是名单，请陛下过目。事是家事，贼是家贼，朕真是痛心疾首啊！陛下圣明诛诏，当机立断，萧强之祸已消于无形。既是家事，不足为外人道，朕的处置也是出于无奈。陛下的处置得当得很。此刻既有江湖黑道之外鬼，亦有半城奶娘之内贼，锦衣卫、护卫外廷宫门九重，竟是一个门也没有守住。司礼监主管内廷，那么多的内务太监，来的是奶娘还是刺客，竟也不能识别。奴才失职，请陛下处置。既然是家里头出了事，朕这个做家长的总要清理门户吧。可朕的家里人太多，你们说朕该处置哪一个呀？奴才是奴才们的首领，请陛下处置奴才。臣乃锦衣卫指挥使，请陛下严查臣失职之罪。也只好这么办了。遵旨。哎呦，哎呦呦呦呦，慢点慢点，疼死我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哟，打断了我的一条腿呀、啊、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呀、啊、哎呦，哎呦，陛下，哎呦，朕略施伯承，你们可心服啊？陛下高抬贵手，恩重如山。陛下，这若是外人呢，早就退出午门问斩了。哎呦，你们知道就好。入宫奶娘，朕要你们小心甄别。要是再有刺客混入，朕的惩罚可就不会这么轻了。是，臣钦派提记，四方真迹一丝不苟，仰观复查，定然万不失仪。胡说，十万百万也不能失仪。是，若有闪失，请陛下杀了臣。朕要闪失，杀你有什么用？是，臣请陛下圣谕。此番甄别，朕要的是信得过之人。杨天石何在？杨天石尚未回返锦衣卫。给朕把他找来，朕要的就是他。陛下，恕奴才多嘴，陛下恩才扬脸，把关回籍，就算杨天师来了，他也会记恨在心呢。你懂什么叫忠心？满朝文武只有杨家父子对朕最忠心。朕要杨莲回老家歇着，是嫌他近来过于唠叨，朕听得不耐烦，要个耳根清净。朕告诉你吧，就是满朝文武都背叛了朕，杨家父子也会忠心无二。朕若是没这等眼光，早已乱臣当道，朕命且已不保。好了，去把杨天石找来。请陛下恕臣之罪，杨天石乃人中之杰，他若想藏，就是有十万大军亦难寻觅。然甄别奶娘之大事，臣可等，陛下不能再等。臣请陛下恩准臣居。臣领旨谢恩。
在下杨天石，无意中搭救了两位赏羽的雅兴，还请包涵。我们哪是赏羽啊，分明是躲羽呢。怎么，阁下也喜欢诗文？不懂，只是耳有所闻，心有所感。看来阁下也是坦诚之人呐、啊。婢姓金，双名充吉，此乃吾结发之妻金氏是也。金先生有功名？还功名呢，不过一个穷秀才罢了。哎，虽时运不济，亦难怨天尤人呐、啊。总是文经无伪，难以拔泪超群。然丹凤朝阳，风云际会，虎啸风声，既有不世之才，终必天马行空。金先生果然饱学诗书，非等闲之辈。你可别轻易夸他，不然他把你也扔进醋缸里，酸倒了你。还不是一般的酸，是穷酸。为吾之酸，引凤来兮。且君子固穷，不坠青云之志。吾妻虽讽而刺之，然内心雅慕，知妻者莫若夫啊。你胡说。啊，真香啊。是啊是啊。让我闻一闻。讨厌。来来来。嗯。还有你。嗯。出去出去，哎，出去，你们干什么？爹，皇上怎么能这样待你？跪下。哦。爹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吃喝嫖赌，样样你能。可正事呢，你是件件不成。谁说我不办正事？锦衣卫的弟兄哪个不说我能干？那是因为有你爹。你爹若是一日倒台，看不人人扒你的皮。我问你，皇上要你跟天师一道镇杀皇后，你为何中途而返？儿子胆小，杀皇后的事情太大，儿子不敢。说实话，这事儿太缺德，我不愿干。你过来，过来。爹，爹，你怎么打我？缺德不缺德，朝堂之上陛下说了算，锦衣卫里头你爹说了算，还轮不到你小子在这说三道四的。皇后根本没有罪，儿子都看出来了，不信你这老江湖瞎了眼。老子的儿子教训起老子来了。你还嫩了点儿，老子今天就告诉你，皇后确实没罪，皇后确实被人陷害的，可陛下说他有罪，他就得死。你爹认定他有罪，锦衣卫就得执行。锦衣卫是什么？是陛下最忠诚的卫士。太祖大诰里说的那些冠冕堂皇，可唯有你爹把握的最深，掌握的最牢固。所以你爹官升的最快，所以你爹才能走到今天，你懂吗？升官？你有什么事儿就说吧。你过来。
爹是陛下家奴，陛下出了家。清楚，我告诉你，吃喝嫖赌并不算什么，你爹年轻的时候一个样，关键是把握住机会。今日爹在陛下面前给你争来个事情，就看你干得好干不好。又要我去杀哪个？锦衣卫不光是杀人机器，你带上一对提剂，给三殿下找个奶娘来。什么？锦衣卫找奶娘？切记，陛下之事无小事。你以为只有那些为陛下办大事的臣子，陛下才最喜欢呢？大错特错。杨莲怎么样？学士，内阁首辅，可重臣怎么了？说罢就罢了。你爹就不同，你爹办的事是陛下的家事，是小事。只有这些个家事小事，那才是陛下最看重的大事。别看就找个奶娘，你此行的名义乃代天巡狩，是钦差。这些个奶娘，你给我去仔细甄别，千万别又弄个刺客进宫，不然咱爷儿俩的脑袋都保不住。陛下是否疑心刺客之事与爹有关？陛下对你爹略施薄惩，不过例行公事。所有证据都指向皇后和二殿下，但陛下心里明白，爹和魏公公恐怕与大殿下另有图谋。你胡说！你爹我品质不高，可位卑权重，要给你爹一个朝廷首辅，我还不情愿干呢，我又何必弄一身骚呢？是，爹喜欢钱，爹爱财。废话，没钱，你就能花天酒地了，嗯？请爹好生歇着，爹交办的事情，儿子能办好。
起来没完了，大人，哦，是这个呀，自个儿看吧。不知钦差大人要如何办理呀？不会让我住这儿吧？本县最好的客栈给大人预备下了。哎，我说的不光是住，有，可有不一？大人的意思是，穿这身虎皮，连你都吓得半死，谁敢跟我玩啊？大人原是要微服体察下情，有。那把这上面的人都给我找来啊！明日还有个公公要来，就在这儿挨个审核。是让他们抱着孩子来，还是单身前来呀？这不是审案子，是审奶子。不奶着孩子来，如何审得清？一切交给下官办理。别跟着我，回去。是。半夜里捉虱子你是瞎摸，水罐里的王八你是瞎碰，没头的苍蝇你是瞎撞，八岁的娃娃耍新娘子你是瞎凑热。哎，我说你是真瞎呢还是装瞎呀？又来一个送死的啊？哼，你是狗掀门帘子玩嘴呀？脑门子上挂灯笼就觉得自己高明？哼，我还告诉你，你他妈是闭着眼睛撕黄历瞎扯，你等着看老子怎么扁你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新来的让你切菜，小木啊，让你切菜。嗯，来啊，我买小。我买大。
熊瞎子耍马枪，你他妈还真有一手！再来，嗯，哎呦，又来二了，又来六，小，这是压小压小，这是跟他压小，这是给谁的？我不压了，真的。他要是输了，赔得起吗？我不会赔。那就是赖账。小爷我告诉你，这账赖不掉。因为我不会输。哟呵，猴子爬旗杆上，就以为你自个儿能啊？哼，来，我买大。小，你又输了。不可能。大开大开呀、啊、哎呦大呀、啊哎、慢，这里面肯定有鬼。是锦衣卫啊，锦衣卫。